可能就是正常的发育对线，他一级直接球走到牛头的脸上，哎，等先定一下，看来发钩子，继续是公牛头 ，typical 的挡的很好。先打了红之后，二级有一波来中骚扰下的机会，但是怎么说是可以直接走过来了。瑞兹一级说：“小兵，先帮哥升一级行不行？”Rookie 一推二，是的，卡甲来了。哦，这波可能要直接越掉了。跑直接来塔下，刚好纳尔的怒气是上不来的。反正交闪再扛一下塔，但是这一波拉扯就自己活了下来，而且交了个 TP 劝退。爆了一波嘛，但是焦太郎又不能在上路停留太久，所以其实瑞兹自己中路是亏线的。这边下路勾到了一套交点燃，汤姆斯应该是的，但把 P K 的血量打得很低，差最后一下。嗯。小号很想闪现过来一下，没问题，拿到一。节奏方面还是不错的，而且知道你在下半区，瑞士直接。把顶着兵线上来压你，六级压五级，对，就让防御塔尽可能的把这个兵线给吃掉。会不会亮一波海克斯？海克斯闪现不敢过去，红松人太多了。但是 Rookie 也赶到战场，哎，这波瑞士也过来了，怎么说？那是没有 PP 的。牛头 PP 杠的直接一波绕后顶到了 Bat 顶三个人，哎，这波 PP 杠的再次绕后立功，格温下来直接舒服的砍到双杀。时间可能拿了小黄之后还在下半区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打这个红，他在等队友。看这里，虽然说最终一波先手配合的费留斯第一时间确实秒到人马，但是这个牛头顶到脸上了呀，一波四包二的机会啊，来了，瑞兹开车，有车，距离直接开到后面，准备顶到塔下交闪现大招。而 PP 到了，虽然说只有五级，但他很肉啊，第一时间扛了一波伤害，这个烟雾弹被球推到了，距离一推，同时闪现躲掉了球球的一勾，金克斯跑了起来 ，W 先减速到球球，球球回身一个圣职了，但是只能成就金克斯的一波 double kill， 最后抱着虽然说拼死换掉了一个牛头，但他自己也要死，金克斯狂砍三杀，应对的很得当，是的。这波如果两个人没有撤退及时的话是有可能会出事的，但是刚好也知道中野要过来的这个落地位置，做了一波反包。哎，怎么说呢， AL 还是自己急了一些，你想本身下路这个中野往下面一走，保障厄斐琉斯去吃点肚子疼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。嗯，但是就强行的想去越二塔呀，中路 miss 的话，泰坦第一个秒表很重要，不能让金克斯去起飞，先给大招给金克斯，睡明命中留了一下，金克斯交闪，那后续的伤害跟不上了呀，牛头一直在前面扛着，对，牛头先卖了自己，但是旁边卡萨已经过来了呀，一个马蹄子直接去踢小号，大招直接逼出了球球的精神，金克斯跑了起来，第二个人头由卡萨拿到。其实感觉 AL 现在接团压力会比较大，因为现在纳尔没有发育的特别好，嗯，出了一个矿刀之后线上又没有能够推线，因为右边的阵容前排是比较缺乏的，是的，就是金克斯太好去起飞了，泰坦本身是一个比较脆的辅助，同时纳尔因为应该走的是破剑者嘛，破剑者你打团的时候本身抗性又不高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金克斯打你这些偏脆的英雄啊，很好直接一个交或者手雷铺路，皮皮到了先去探路，最肉的人先探路，那泰坦要被卖掉了，对，没什么办法了，这就是蹲伏和反蹲伏啊，两边比拼的是经验，威武凭借着自己的经验直接让最肉的牛头顶前面，反而让球球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窘境。 Rookie 这里稍微有点点浪啊，塔下直接推死了，哇，但是一个治疗这口奶给抬了起来啊，牛头回到塔下想帮队友解下围，但自己还是倒在了男枪的枪下， Rookie 这里打嗨了，那自己在塔下队友刚才都已经远撤了，结果自己是单秒掉了 ABC， 直接越到后面来留人，而且一个大火箭直接安排上了，这个推球哇超远距离再次命中小号，小号闪现躲过交火者手雷，不然又要被夹到。再看刚才这里，威武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先去牛头探视野，关键是看 Rookie 在塔下的那一波，先攒个球，咱们看队友都走了，队友都走了，就可以觉得好像是有机会的，直接一波能量倾泻，随后这是一波追击战，留了一手大招直接逼出了后者的闪现，随后 Rookie 又是一个远距离一推，
那说到瑞士十二级直接减十三级，纳尔说我等级都补上来了，你怎么还是不依不饶呢？峡谷输出来啊，那说到视野压制，威武开始了，又是牛头人马，野辅走前面，球就掀开塔塔，深水炸弹也给了人马，第一时间能秒掉吗？给了个青灰眼睛，第一时间还是秒掉了。落地这个瑞士这先捡 ZDZ， 双方的野辅打波互换 ，ZDZ 变小之后只能坐吃逃跑。现在威武虽然说双方打了一个一换一，但是继续压制住了 AL 的野区。这波是控制链拉满来闪现过来。想留下波保护保得很好，是的，相同的地方去做一些蹲伏，但是这次球是做视野要被点到了，爆破果实点不太出来啊，打出自己的闪现闪得急，是的，可能要 rush 掉了 PB God 的一个人在断后，他一个人就足以阻挡住红色王的脚步了，同时又是在侧面掀开，有金克斯的输出太猛烈了，瑞兹直接从侧翼被收掉了，纳尔放大之前就已经被打残，一个大火箭招呼到纳尔的脸上，而格温又单切掉了辅助，自己又一段大招减速，我又砍下一波 double kill， 那 AL 四散奔逃，只能被威武各个击破。去打团的话，威武如果不是AL 那边如果不是开的先手开的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，正面的装备的差距。还是输出不够的，是的，来这边抓到了一波 rookie 的机会，就是这种一打一二打二这种情况，这个应该是上路的这一波 rookie 想把这波兵线带掉走的，但是后面有个 TP， 这边有个车，两个人合力啊将 rookie 给留下，而且现在瑞士又开始了第二段，泰坦又想尝试出钩，勾到金克斯了，金克斯走位有点过于向前了，不，直接闪现去控金克斯，但是第一次时间金克斯往后一拉扯，直接调整自己的输出位置，那双 CL 都已经倒了，金克斯再度起飞，刚才其实想开金克斯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但是无奈呀，那我们要恭喜威武在这场面对 AL BO3 的第一场比赛中轻松获胜，恭喜威武，是的，